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，咱们来看一看这个"珍视"或者是"真爱"。注意，这是个多义词啊，是个多义词。我们先大声来读一下 "cherish"，"cherish"。做动词，它的本意是珍视或者珍爱，就视之如珍宝一般，捧若视若掌上明珠，捧在手心里边。但是本文中是个重要的派生意，它表示长期以来怀有某种感情。后面一般是表示跟感情的什么希望啊、梦想啊、错觉呀、这种东西，当比喻，就好像把这个感情抱在胸中，珍视珍爱一样，对吧？我们注意这两个意思，生活中都很常见。先看第一个，表示珍视或珍爱。比如说 ，I'll cherish our friendship forever， 我将永远的珍视我们两个人的友谊，绝对不会破坏它。我定期给你钱啊，来保护咱们的友谊。那 I'll cherish our friendship forever。珍视或珍爱，视之如珍宝一般。这个动词呢，我们在16课那玛丽有特小羔羊讲过，这两个动词都可以表示视之如珍宝一般。那我们再读一下这两个从名词来的动词 treasure value。 这个 treasure 本身做名词叫金银财宝，那做动词视之如珍宝一般， treasure something。 value 呢，本来做名词是价值，做动词认为某个东西非常有价值，所以它跟 cherish 可以替换。刚才的句中这两个搭配可以带进去，可以替换它。那同样的，本文中要是表示这个受珍视的、受珍爱的某人非常心爱的东西，就会用过去分词吗？你比如玛丽的心爱的财产，就可是 Mary's cherished possessions。 cherished 表示心爱的、宝贵的，为什么受到了玛丽的珍爱吗？那么这个东西是被珍爱的，所以叫 cherished 就可以了。同样的，刚才呢，我们在16课里讲过，也可以换成 Mary's prize possessions。 这个 prize 当形容词也有这个含义，叫受珍视的或者受珍爱的都可以。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刚才那两个动词换成形容词呢？就是 treasured 或者 valued 都可以表示受珍视的、受珍爱的，或反正心爱的什么什么。咱们老师在16课讲过，这个词用它来限定就不一定是很值钱了，卖可能卖不了几个钱，但对这个人有特殊价值，可能定情之物或者某个亲属的遗物，所以特别受到珍视啊。我们把这几个形容词大声读一下 ：cherished, prize, treasured, valued。好了，这是指珍视、珍爱相关的这个一群咱们要记住的搭配啊。但是本文中这个 cherish 呢是第二个重要含义，咱们写作的重点词，长期怀有某种感情，它一般是用感情的词做宾语。我们看一些例子。He cherished the hope of winning an Olympic medal. 长期以来呢，他都有这么一个希望，是什么呢？希望能赢得一枚奥林匹克的奖牌。你看这个有某种希望，这个有，一般同学可能喜欢用 have， 但我们用 cherish 这个词非常非常漂亮。那长期以来都有着希望，他一直以来都希望获得一枚奥林匹克的奖牌啊。再比如说 ，He cherished the memory of his late wife.这个 memory 我们在14课贵族歹徒中讲过，可以表示对死者的追忆，这个人已经作古了，已经驾鹤西游了，死了啊。他一直以来都非常怀念他去世的已故的妻子，心中一直怀有对去世妻子的这个追忆，这种感情啊。这个 late， 这个后面这个 late 呢是一个形容词，那放在亲属的名字前面呢是个委婉语，表示已经死去了、故去了的。对，他一直以来都怀念故去的这个妻子啊。再看 ，He cherished the illusion that the girl was in love with him。后面不一定要 of 引出同位语嘛，有同位从句也可以嘛。这个一直以来呢，这个男孩都有一种什么叫 illusion？ 老师讲过错觉嘛。他一直以来都有一种错觉，他以为这个女孩子爱上他了，闹误会了。其实女孩子对他并不感冒，对吧？那个 cherished illusion 叫一直以来都有某种错觉。你看 ，cherished hope。Cherished memory, cherished illusion， 就长期来怀有某种感情。这女孩子只是礼节性的跟他打，嗨，你好啊，哎，这女孩看上我了，哎，一直都有这么一个错觉。好，这是 cherish 两个重要含义。我们把第34课的重点的生词和短语呢，跟老师就看到这儿，希望大家一定要仔细复习。好，生词短语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